式小料理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来看看菜单有什么好吃的吧，韩韩帮我们打开一下喽。哦，资讯在这里哦，想要吃的人可以来定位哦。哇，过生日还能帮忙待定蛋糕哎！哇，看起来真棒哦，还有包厢。哎，生日的话会送小餐点一份呢。四季肥肠、鲑鱼炒饭、腐乳炒空心菜、牛肉串、雪花牛排、炸黄金豆腐、酱烧松板猪、起司鸡肉串、猪五花芦笋串、炒螺肉、火烤海鲈鱼、手卷。好，我要吃这个鲜虾手卷哦。抢海苔吃的小朋友。海苔好吃吗？这手卷也很好吃哦。炒拉面。哇，这柴鱼片还一直在动呢。哇，炙烧综合握寿司。哇，韩韩的生日礼物小车车一台，是谁给的？阿姨哦，也谢谢阿姨给的，很棒。啊，我们在小料理用餐呢，他的关系合作伙伴小烘焙蛋糕店呢，也可以帮我们代订蛋糕哦。我好期待他给我们准备什么样的蛋糕呢？看看，好漂亮的蛋糕哦！好漂亮啊！对呀，超棒的蛋糕哎！我最爱了。嗯，芝士宝最爱了。啊，芝士宝最爱啊！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帮韩韩唱生日快乐歌哦。拜拜，吃蛋糕喽！哎，吃饱不要碰啊。